关注哦。下面由我来给大家带来三支舞蹈。哥哥们喜欢看什么样的舞蹈呢？先来一首快节奏的吧。关注主播不迷路哦。对，这个就是咱们现在比较火的一首《摩托摇》。咱们电脑用户的宝宝们，点点左下角的关注。下面，哥哥你这么快啊就完事儿了？卫生纸买好了吗？下面换一首不同风格的舞蹈啊，一首偏古典一点点的《落花情》送给大家。啊 ，F 罩杯，哥哥你这目测的够可以啊，啥也知道，这么私密的问题都被你发现了。哥哥们喜欢性感一点的还是古风一点的呢？摩托车上大排量，必须大排量。啊，手拿开干嘛呀？喜欢主播的话点点关注哦，还有下面咱们下面那个桃心，希望宝宝们点点下面的桃心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小桃心，点一点走一走啊，哥哥们给点力啦。咱们992长期招收场控，有意的话私聊麦序上的黄码管理哦。性感性感吗？谢谢哥哥。行吧，那我接下来一个落花情送给大家，谢谢二哥，谢谢二哥送的小花花，谢谢哥哥，哥哥们喜欢若凡的话记得点点关注哦，点关注不迷路，
一会儿若凡带你们回家，回家想怎么玩怎么玩。好了，接着一首《落花情》舞蹈送给大家，希望哥哥们喜欢，谢谢，谢谢宝宝送给若凡的小花花，感谢。关注主播，晚上看福利，玫瑰八块一只，好贵哦。好啦，来吧。大晚上不睡觉，这么多美女在呢，大晚上谁睡觉呀？咱们992长期招收场控啊，有意的宝宝们记得联系我们麦上的皇马管理哦。喜欢若凡的记得点点关注，一会儿若凡带你们回家。
关注主播回去福利。天天的，昨天晚上欺负我还不够吗？露出来了吗？小鲜肉啊，哥哥你们是小鲜肉啊，准备睡呢，别睡，起来嗨，睡啥睡？现在才几点呢？摩托摇我已经摇过了，哥哥。想看摩托摇的话，一会儿跟若凡回家。精彩节目后面还有很多哦，还有很多美女宝宝为大家带来更好看的舞蹈，更好看的节目。哥哥们不要走开哦，一定要留在992。下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，再给大家带来一首舞蹈，对我来说比较死亡。993好看，992的不漂亮是吗？哥哥你是说我不漂亮吗？993的不够大啊。来吧，下面一首韩国舞蹈啊，一个韩国舞蹈。主播啥时候喊麦？哥哥你想听吗？一会儿跟若凡回家给你喊个麦。行，下面一首舞蹈，另一个舞蹈送给大家，不要走开哦。可以回麦，一直甩。